哇，这鸡妈妈买的什么呀？我大鱼要来玩喽！敲敲敲敲敲！哎呀，大鱼，我觉得不是这样玩的，应该是我麦琪这样玩的。敲敲敲敲敲！哎呀，你们两个都错了，这肯定是这样玩的。我跳，我跳，跳跳！你们三个可真笨呀，这个才不是这样玩的呢。你快看，要把它给安装上去。然后我朵朵要爬喽，哇，可真好玩，爬爬爬！哎呀，朵朵，别爬了，赶快下来，这个也不是你那样玩的，还是让鸡妈妈来教你们吧。我现在把后面的开关打开，然后拿起它，如果触碰到就会发出警报了。快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闯关玩具，你们看好了，鸡妈妈来给你们玩喽。这个要用心的慢慢的仔细的闯关，千万不能让它触碰到，不然就会发出警报，这样就失败了。快看，鸡妈妈马上要闯关成功了。太好了，我闯关成功了。